正心情怎么样？阿正，你现在心情如何呢？哦，我现在觉得有点紧张哎。真的、哦？我希望大家真的不会伤到大家的眼睛。阿正伟人分装啊 ，OK， 那阿正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阿正开始吧。开始吧，怎么没有点鼓掌呢？是人啊！报警了！不会啦，你看，大家都想看好戏的那个。罪犯最优秀的，我们罪犯最优秀的终于来当罪犯摄影师，我们的警察，谢谢你又完成这张照片，OK， 我们一起走吧。小跑队。我太慢了，请问你现在此刻心情是怎样的？我现在此刻心情非常非常惊讶，非常震撼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吧，莫名其妙的。你知道吗？摄影师已经快断气了，真的假的？你要不要赶我赶黑你？太好了！天啊，我们要不要等加油团一下？好啊，关键等他们一下。好，现在暂时停止。那就好，好可怕的感觉哦。阿正，你有机会明天上头条啊？
啊，应该是不会了，我在宿舍没有，还是蛮无聊的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好嗨哦！下次如果没有上的话，是不是要在西门町？啊？下次没有上，可能要到西门町哦。啊，今天东区不错耶。东区我没跑过啊。看着，我们的亲友团终于过来了。到底怎么了？你们看一下。那你的裤子就穿高一点，不要讲别人。现在怎么了？那他的裤子怎么了？怎么谁啊？红绿灯有三十几秒的时间。喂，是不是给他的胸毛？还要过马路哦？还要过马路哦？你也不要玩这么大啊！不要，你家尖尖都怎么了？只敢讲不敢做。OK， 那今天终于到了。这样跑了六分钟而已，继续拔针，比想象中的快。来，恭喜我第三个不完，我们再加油！好险，我今天不是穿靴子出门。还好有外鞋，我因为穿到地都黑上。你不要制造那个车祸好不好？加油，大家加油！我们今天的主角都没有在喊累，是不是？是，真是太棒，太优秀了！哎，快阿正，赶快去迎接终点线了。我是高中妹了 ，OK， 那太棒了！现在我们正在慢慢的迈向终点线，到老师的高峰。